咱女儿。对呀、啊，我是他的小爸呀，白捡一个乖女儿，多好啊！哈哈。周小姐，您可以把贵重物品打包好，我们物业会派人帮您搬家的。好的，谢谢。您客气了。哎呀，时间快到了，乐乐快要放学了，我得过去接他。你要不要和我一起？好啊，正好我也想这个小丫头了。十三老板今天所做的一切，完全是为了帮自己教训马西，拿到乐乐的抚养权、买房、租房，还涨工资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已经做出了最坏的打算，可现在不用去求任何人，轻轻松松拿到抚养权，还有更好的房子住。这一切都是拜十三老板所赐，而他不仅没有谢恩图报，反而处处维护自己的面子和情绪。遇上这样的老板，真可谓三生有幸。十三老板人还是相当 nice 的，长得又帅，身材又好，不知会便宜了哪家姑娘。要是我能年轻五岁多好啊。周玲，你还以为自己是二十多的小姑娘，真是不知羞。周总，你脸怎么这么红？发烧了？没有，就是有点热。哦，小六子，暖气开小一点。好的，十三先生。这种事情想想就行了，绝对不能让老板知道，这要是被十三老板知道，估计尴尬的是自己。十三老板，那个王有点好奇，那个六爷做你的贴身宝宝，年薪真有一个亿吗？对，不过现在是两个亿了。我还以为他吹牛呢。怎么，你也想做我贴身保镖？不，我做不来。哈哈，很简单的，遇到坏人就请他吃火锅就行了。嗯，从外面看这环境还不错，你要不说这是幼儿园，我还以为是哪所高校呢。当然了，当初选幼儿园我可挑了好久，因为平时工作比较忙，陪伴乐乐的时间有限，幼儿园就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，我不想让他输在起跑线上，所以为了他的成长，花再多钱我都愿意。没错，价格无所谓，品质一定要到位，这样我再给你每年涨120万工资，当做教育经费，年薪正好凑个500万。老板不用，我目前的薪水已经很高了。乐乐既然叫我小爸，我这钱是给他的，和你没关系，就这么定了。乐乐啦，乐乐，你知不知道你认了一个超级神豪做小爸？哎呀，哦，撒谎精！妈妈，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？赶紧道歉！小虎，快给乐乐道歉！我就不道歉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们干嘛？别吓到我家孩子。妈咪，我害怕。宝贝，别怕，有妈咪在呢。雪老师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小虎妈妈，是这样的，刚才你家孩子不小心撞到了乐乐，想让他说声道歉。切，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，孩子之间走路碰到不是很正常吗？哼，你儿子撞之前骂我家乐乐是撒谎精，言语侮辱了。他就是撒谎精，他今天说他有个拥有整个迪迪尼游乐园的爸爸，他根本就没有爸爸。哦，不是撒谎精是什么？是谁告诉你乐乐没有爸爸了？我爹地妈咪说的。哇哦，这孩子居然把爸爸妈妈晚上加班结束后闲聊的话给说出来了。不过这乐乐妈来幼儿园这么久了，从来没见过她老公，哪怕加班到很晚也不会有人帮她接孩子。幼儿园的亲子活动她也是一个人来参加，大家聊过天没见她提过她老公。你平时就这样教你的孩子的吗？你们必须得道歉。我怎么教孩子关你什么事？难道我说的有错吗？你家孩子被叫撒谎精难道有错吗？还有说自己有个拥有整个迪迪尼游乐园的爸爸，迪迪尼游乐园价值多少亿资产你知道吗？况且这不过是小孩子之间开玩笑，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吗？开玩笑？你觉得这是开玩笑？让你道个歉有问题吗？你又是谁？关你什么事？爸爸，小六子，你们怎么也来了？乐乐乐，要喊我六叔叔。小丫头，我来好久了，你都没看到我。那小虎他们说我没爸爸，说你不可能拥有整个迪迪尼游乐园，推挡我，还踩坏了我的积木。放心，爸爸证明给他们看，让他们道歉。六叔也在呢。我就是乐乐的爸爸。我是乐乐他六叔叔。哼，你们现在立刻给他道歉。妈咪，那个黄衣服的人好可怕。虎
虎别怕，妈咪在呢。这就是乐乐的爸爸。长相和乐乐妈确实很般配，不过好像有点年轻了点吧。还有这位冒出的六叔，你这人想干嘛？嗓子大了不起啊，吓坏我家孩子，我让你赔偿。你说话不要那么嚣张，要不是看你是女的，早就让你趴地上吃火锅了。说话嚣张犯法吗？哼，还有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从来就没见过你老公，现在突然冒出个小年轻说是乐乐爸爸，谁知道是不是孩子亲爹。要我说啊，当妈还是得检点些，不然对孩子影响不好。你再说一遍，你说谁行为不检点了？哼，说到你痛处了。这乐乐妈长得太好看，上次和孩子他爸来接孩子，这死鬼看见她居然眼睛都移不开了，就一个狐狸精。小虎妈妈，你这话说的也太过分了，两位也稍安勿躁，这只是两个小朋友之间的小摩擦，没必要把事情闹大。小丫头乖，和六叔叔先去玩会滑梯，等爸爸一会好不好？好。这件事情本来没这么复杂，只需要你和你儿子一个道歉而已。切，不道歉你又能怎么样？我和我儿子凭什么向你们道歉？我又没说错，这是事实。行，既然你这样说，那就别怪我了。老婆，请他吃火锅。冷，老婆，吃火锅。还愣着干嘛？他骂你行为不检点，不抽他等什么时候？放心，有我在呢。乐乐妈，这还有这么多孩子在，你们怎么能当着孩子的面打他妈妈呢？你有没有考虑过孩子的感受？他当着乐乐的面说他是撒谎精，说他妈妈不检点时，有考虑过我老婆孩子的感受吗？无论怎么样，那也不能打人啊。打人怎么了？哈，骂我女儿，侮辱我女人，让她活着已经是最大的仁慈了。乐乐爸爸，无论是法律还是道德，都不允许这样打人来解决问题的。哼，我做事还轮得到你来指手画脚？这乐乐他爸爸未免也太霸道了吧。你敢打我，我告诉你，你惹错人了。你知道我老公是谁吗？我要让你吃牢饭，热烈的吗？哦，看来很上道，能当贴身保镖那种。有生以来第一次打人，我竟然有点想兴奋，我是不是太暴力了点？死鬼，快点过来，你老婆我被打了。这是怎么了？芭比，我好害怕，有人打妈妈。你们是谁，居然敢大庭广众之下打我老婆？我操，小虎的爸爸居然是李欢。你知道他李欢是做什么的？他是华夏一些的常务理事，社会地位很高的。哦，你们才知道，小虎妈妈天天挂嘴边上，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，这回可有好戏看了。那这回事情闹大喽，不知道乐乐一家要怎么收场。老公，他们两个动手打我，哼，你们给我等着，居然敢打我，要是不让你们吃牢饭，我特么跟你姓，你和这个小贱人一个都跑不掉。热烈的毛，这婆娘怎么会惹上他，真是出门踩狗屎了，这可是绝对惹不起的大人物啊，特么的人妈了。老公，你倒是说话啊，在这干杵着做什么？说吧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虎不过和他女儿开了个玩笑，这个臭女人仗着人多就过来打我，这大家伙都是看在眼里的，而且这也有监控证据确凿。这小虎妈显然是在避重就轻，她之前说的那番话可不是开玩笑那么简单，完全算是人身攻击了。开玩笑，你刚才说了什么？自己心里最清楚。不管我说什么，先动手的是你们，等我去验了伤，你们就等着赔偿吃牢饭吧。老公，你发什么呆呢？赶紧联系记者和报捕快啊，我要他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十三先生，真是巧，没想到能在这遇到您。什么情况？这回不应该是勃然大怒，然后和乐乐爸爸拼个你死我活吗？这态度怎么像下属见了领导一样？你认识我吗？之前在帝都的艺术家大赏，我亲眼目睹了您的风采，您的国画和钢琴让我印象特别深刻。啊，对了，我老师是方青山。你是国画宗师方青山的徒弟？只是外门弟子而已，当时我在人群后面，您可能没注意到我。这样啊？老公，你什么情况？情况好像不太对，老公似乎和这混蛋认识。十三先生，今天这是不是有点过了？虽然心里发怵，但毕竟老婆被人打成这样，要是就这么算了，我以后在江州也抬不起头做人了，还是要讨回一点公道的。过，如果你了解我，
应该知道这只是开胃菜而已。开胃菜，这个十三的身份可不只是艺术家这么简单，他的势力可算是遍布全国，整个华夏都没几个人敢招惹，也就是自己这个只知道花钱的老婆见识短浅，无知无畏。十三先生，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我来说的话，你肯定觉得有所偏颇。徐老师，麻烦过来一下。两位千万不要动肝火，毕竟还有小朋友在，大家以和为贵。你先把今天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和他说一遍。就算十三先生没有有迪迪尼游乐园时乐乐撒谎了，但骂乐乐是撒谎精还撞人家就是不对。小虎平时跟着老婆多，养成了娇生惯养的脾气，现在连最基本的礼数都不懂了，还有这男们居然骂人家不检点，热烈的嘛，活腻了吧。十三先生现在的级别已经和华夏首富平起平坐了，我的老师都要拜他为师的存在，我在他眼里连个屁都不算。十三先生还这么瞎说，扇他耳光都算轻的。老公，你在这墨迹什么呢？赶紧给刘虎派打电话。算了，你不打我来打。这什么情况？相爱相杀。老公，你打错人了吧，我是你老婆，你打我干嘛？热烈的嘛，老子他们打的就是你，不长眼的东西，赶紧给十三先生和他太太道歉。芭比是个大笨蛋，居然帮坏人打猫咪。你一边去，等下我再收拾你。你说什么？让我给他道歉？没错。不可能，被打的人明明是我，我才是受害者，为什么要给他道歉？而且一切都是他们家孩子先撒谎引起的，如果他家孩子没撒谎，小虎怎么会说他们孩子是撒谎精呢？就是就是。十三老板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咦，这个不是迪迪尼乐园的医生吗？他你也认识？你这样整得我好像没见识一样。呵呵，他是迪迪尼游乐园的总经理，现在他竟然交乐乐爸爸为老板，那岂不是……你是说人家孩子根本没有撒谎，人家爸爸确确实实拥有整个迪迪尼乐园？我的天啊，那小虎一家全责了。啊，是一总，我来这接乐乐。好巧啊，十三老板，我的儿子也是在这上学，真是荣幸，我家孩子居然能和乐乐同一个学校，请问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十三老板，需要帮忙尽管吩咐。不用，你来的刚刚好，就要快解决了。听到了吗？人家乐乐根本没有撒谎，全是你乖儿子惹的祸，今天要是不给十三先生道歉，我休了你。过激吗？人是你打的，我只是在旁边耍耍嘴皮子。话说老婆，你有当贴身保镖的潜质，呵呵。哼，还不是你叫我打的。事情从一开始的小孩子拌嘴，一直升级到殴打，十三老板从头到尾寸步不让，可以说强势到极点。小虎妈妈虽然说话难听，但现在想想当时小虎恐惧的表情，我当着他的面打他的妈妈是不是错了？那你觉得乐乐听到那种话，他心灵受到的伤害会比身体伤害来得轻吗？我必须变得更强大，才能保护乐乐。放心，以后他还会多了我和小六子来保护他，不允许他受到半点委屈。对别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，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小虎是个孩子，是非观没有完全成型，动手打他不太合适，但小虎妈妈是个成年人，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谢谢十三老板和六爷，但是今天那么多家长都看在眼里，我担心以后可能没人敢和乐乐玩了。呵呵，你就看着吧，乐乐的朋友绝对会越来越多。为什么？乐乐妈妈呀，你好，我是小丽妈妈，明天是小丽的生日，你带着乐乐一起来家里玩呗，小丽让我第一个邀请的就是乐乐，明天一定要过来哦。好，好的。嗯，那就这么说定了哟。小丽的爸爸是市里领导，他妈妈的性格很傲气，对我从没这么热情过，而这次的语气怎么好像我们两家是多年老友一样，无中生有，对吧？江湖是人情世故，你真当是他邀请的是乐乐吗？确实是这样。乐乐，你要记住，从明天开始，那些突然来找你玩的人，他们都不算你的朋友，等到一个月以后还能留在你身边的才可以尝试做朋友。爸爸，我知道了。我想你昨天干嘛去了，一整天都不见人。去了趟豆沙总部，给他们开个会，然后带乐乐吃饭去了。乐乐恐怕是奔着乐乐妈去的吧，早上偷偷溜走不叫我们，肯定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。你这脑袋里到底装的什么玩意？十三先生一会的豆沙嘉年华，你和我们一起去吧。豆沙嘉年华，
呀，我们这次来江州就是为了参加豆沙平台的嘉年华活动，你是不是事情太多差点给忘了？嗯，昨天去公司的时候董成杰还给我提过这事呢，他给了我一张直通卡、哦、那就去呗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豆沙的老板就是不一样。哦，哇，豆沙嘉年华第一次参加，好多人好热闹啊。是啊，幸亏我们有偶像的直通卡，不然要排队到什么时候呢？咦，那不是喵兔吗？哇，这人居然也那么漂亮。瑶瑶姐，我是你的粉丝，见到你太开心了。我是兔宝宝，你的粉丝群的管理。你们好呀，感谢你们的支持。瑶瑶姐，我是很皮很浪，我喜欢你好久了，从你开播那天五个观众一直看到了现在，我能和你拥抱一下吗？这不好意思，他对拥抱过敏，不然咱俩抱抱嘿嘿。这是他保镖吗？还拥抱过敏，你怎么想得出来的？不，不用了。你好，是您瑶兔小姐姐吗？嗯哦，你是花花姐？是呢，没想到能在这遇到，是蛮巧的。好帅的小哥哥，大北头配上阳刚十足的脸蛋，比我直播间那些榜一大哥帅多了。迷瑶兔小姐姐，你居然还有这么帅的神友呢，真的好羡慕啊。哼，一上来就盯着我的偶像看，你是发春了吧？神友，哈哈哈。嗯，怎么了，我说错什么了吗？没说错，强哥，原来你只是个普通神友啊。什么强哥？他就是那天晚上和那个龙哥狂刷一个亿的超级帝豪。我的天啊，原来强哥本尊居然那么年轻，我还以为是中年油腻大叔呢。强哥你好帅啊，我超喜欢你的，能给我签个名吗？就签在我的肚肚上。我喜欢你十年了，终于见到真人好激动。你们两个不要犯花痴了，人家强哥就出现过一个晚上而已，还说喜欢人家十年。滚，关你什么事？强哥不好意思，人家没能认出你来。我又不是什么名人，不认识我很正常。是呢，强哥给我刷了那么多火箭，一直也没能好好感谢你，花花心里过意不去呢。要不然我加你个微信吧，正好我要在江州待几天，请你吃饭好不好？那个花花小姐姐，我是强哥的经纪人，要加你就加我微信吧，如果想请他吃饭，我可以帮你安排档期。啊，神特么经纪人还安排档期，你好歹找个像样的借口啊。强哥可不可以吗？不 行, 不行。你们特么防贼呢？我对吃饭不太感兴趣，要不你找下我旁边的龙哥。他是龙哥？哦，我对你人不感兴趣。那不好意思了，这位花花小姐，我们先去别的地方逛逛了，小龙我们走。好的，强哥。装什么装，不过这个龙哥好像是强哥的小弟，如果能绑上这个强哥，以后吃喝不用愁了，我就不信有男人逃得过我的凶狠之下。他居然那么不自量力的想打偶像的主意，也不去照照镜子，除了凶了一点，说话打了一点，哪点比得上我们舒瑶了。偶像，你是喜欢那种大女生还是小，不对，中等女生？我差点没被你们的话给噎死。我家先生喜欢大中小通杀。舒瑶，嘉年华不是邀请你等下表演吗？要不要试一下麦呀？要的，不然等下怕出什么问题。我帮他试吧，小六子，等下他唱完我们上去。好的，十三先生。喂喂，那个大家都静一静，我家强哥有话说。嗯，这两个人是谁啊？是工作人员吗？搞快点，别耽误时间。大家好，我是强哥，等下大家对迷瑶兔小姐姐多多支持，我现在宣布，所有到现场的神友在江州的三天酒店我全包了。哦，一会去我旁边的龙哥这登记，七星级卡斯基酒店全部免费入住，不想换酒店也没关系，拿出消费记录，住宿费可以找我给你报销。神什么？上面那两个人就是那晚豆沙疯狂之夜的强哥和龙哥吗？他们居然也来了，两个超级帝豪啊。哇，这个七星级卡斯奇酒店不会也是强哥的吧？有钱就是任性啊，太感谢强哥了，你简直太帅了，爱你哟。卡斯奇酒店最低标准2000多，这现场起码得有50多人，三天的话就是30多万。
这有什么？那晚他们两个可是刷了一个亿的礼物，眼都不眨，这都是小钱。强哥，我想和你学怎么花钱。大家尽管安心的玩啊。另外，为了感谢大家对舒瑶的支持，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批苹果14作为伴手礼。哦，天哪，这得花多少钱？不花钱，是我联合左下角游戏厂商整一波周年庆狂欢活动，升升级就能领苹果14 Pro Max 和华为 Mate 50，全是正品，颜色配置还能任选。那升级会不会很难啊？简单，你看上线首选龙机，我用大招凌波微步配合13一起过双人副本，狂龙速砍 ，boss 一剑秒，超高爆率拿珍惜，还轻松拿了个满阶 VIP， 玩个两三天顶配14就到手了，手残党都能玩。你们都是两个人，我一个人该怎么玩啊？没事，你点我左下角链接里的立即下载，进入月老神殿就能自动匹配对象，额外还有极品赤红和上古烛龙坐骑可以领。那我现在就去试试。哎呦我的瑶瑶祖宗啊，嗯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给你打电话怎么都不接的啊？你给我打电话了，刚才太吵了，我没听到。还好现在还来得及，我们赶快去后台吧。我还有一个半小时才上场啊，怎么这么着急？按理说是这样，可是前面有人临时出事不能上台了，所有流程都往前推，你的节目还有一个小时就得上。一个小时化妆加对流程，时间并不充裕，赶紧跟我走吧。疼疼疼，说话就说话，别动手动脚的。你谁啊？我跟我的员工说话，管得着吗你？你员工？那你说说他怎么就成你员工了？我是观海工会的会长，柳书瑶和我签约，从我这拿工资，上个月给他发了几千万，你说他是不是我员工？呵呵，没有我们刷的一个亿，你连抽水的机会都没有。嗯，你说什么？刷了一个亿？你们该不会是那个会长？他们就是强哥和龙哥。你特么不早说。哎呦你看，原来是我的好大哥啊，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。强哥，我是他的签约主播，理论上来说确实算我的老板。不敢不敢，合作而已，在下沈飞，久仰强哥大名。这观海的老板比川剧变脸还要快，在强哥龙哥面前能有牌面低还真不多。工会就是靠着大哥赚钱的，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靠主播的礼物分成抽水，本质上来说强哥龙哥还是他的老板。强哥他就是一时情急，神品其实还是不错的。没事，你们去后台吧，演出也要开始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过去了。刘小姐请把会场嘉宾的安全放在第一位，不允许出现问题，知道吗？放心，董总已经安排妥当了的。老板您来了怎么也不提前知会一声？我就陪朋友过来玩玩，你怎么也来了？这种场合不需要你出席吧？毕竟是咱们公司的盛会，我也过来凑凑热闹。这种嘉年华不算什么大场面，派了个总经理就完全能镇得住场，不需要我亲力亲为。但是老板来了，我肯定得过来呀，给他留下一个办事不力的印象就不好了。是挺热闹的，办得不错，无论是排场、秩序还是各个环节，都做得很用心。谢谢十三董认可，我带您去后台休息一下吧，后面准备了按摩椅和咖啡机。不麻烦了，我们得在这给舒瑶加油，你去忙吧，不用管我。好的，十三董，那我就先去忙了。看来这个柳舒瑶在老板心中的分量很重啊，以后要格外关注一下，才能让十三董对我们产生更好的印象。下面让我们有请2023年度人气主播迷瑶兔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迷瑶兔。瑶瑶姐加油，爱老虎油瑶瑶姐。不是单纯的感谢我？你以为我傻？感谢你是真，但单不单纯就不知道了。偶像，咱可是说好了，不准泡我姐妹。你不会是真要对舒瑶下手吧？我告诉你不行哦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舒瑶羊入虎口。嘿嘿，陈小姐急眼了。都怪你，渣男。这特么和我有什么关系？难道长得太帅也有错吗？十三先生，我唱的怎么样？唱得很好，不过就是前面说的话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。那可都是我的真心话，你感觉不到吗？那个，我还没死呢，麻烦二位稍微收敛一点可以吗？柳小姐演唱得很成功啊，我看官方直播间反响特别热烈。谢谢老板。哎呦，可不敢这么说，以后你也别叫我老板了，直接叫我小飞就行了。舒瑶和这个强哥关系匪浅，有这种顶级大哥罩着，
他完全可以脱离工会，直接和平台签约，没必要再给工会分钱。现在要做的就是留住舒瑶，至于老板那只是一个称呼，没必要因为这个而得罪强哥。您比我年长一些，那我还是叫你沈哥吧。行，那我就不矫情了，以后工会的活动你看心情参加，至于曝光的事情不用担心，我都会打点好的。那就谢谢沈哥了。不客气，这都是应该做的，只要柳书瑶还愿意留在工会，那肯定就是赚的。工会战、曝光这些东西对我来说，呵呵，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而已。哎呦，想不到民谣兔小姐姐唱功那么厉害，以前看你直播的时候没发现哦，看来是深藏不露啊，今天居然为了表白自己的榜一大哥显露出来了。不过也对，榜一大哥可是超级帝豪，可要把握机会呀，不然被人抢了就后悔莫及了。这个花姑娘怎么又冒出来了，烦死了。那当然，我家舒瑶那可是一个宝藏女孩，会的才艺多着呢，不像某人什么也不会，只会耍凶狠。哼，要不是这个女的刚在门口阻碍我要强哥的卫星，不然我都和强哥约上了。杜老板，你看我都被欺负了，他说我只会耍凶狠。大宝贝别担心，有我在谁也欺负不了你，况且我就喜欢你的凶狠，哈哈。讨厌。话说你们两个就是那晚在豆沙总共刷了一个亿的强哥和龙哥。你又是谁？我来介绍一下，他叫杜比杜老板，豆沙 ID 叫金箍棒，曾在上一次豆沙嘉年华活动中狂刷一个亿的礼物，圈内人称撒钱哥。哦，我的天啊，原来他就是金箍棒大哥大。他可是在豆沙一半的女主播那里都是榜一大哥的存在了。我槽，那不是想约哪个主播就约哪个。有小道消息说他哥是豆沙第一工会西岩工会的老板，手中掌握着十几个运营号，个个都是超级帝豪，刷礼物都是有内部折扣的。不好意思，没听说过。没听说没关系，兄弟，要不我们比比。比什么？比谁长得帅吗？你先跟吴彦祖比比吧，比过了再来找我。哼，哈哈，对，先回去照照镜子再说吧。都是超级帝豪的存在，我肯定选最帅那个。兄弟，说话注意点分寸，别给自己惹祸上身。谁跟你是兄弟了？给我一边待着去。这种人根本懒得搭理，居然还特么蹬鼻子上脸，没完没了了。叫你一声兄弟你还嘚瑟上了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杜大哥，都是误会，没必要这么针锋相对，咱们去别处逛逛吧。走什么？不就是那晚和自己小弟一共刷了一个亿而已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放心，这次只要拿到嘉年华冠军，我们可就能获得星耀创世神的称号。这次嘉年华豆沙特意推出活动，谁在这次嘉年华活动结束前刷礼物金额最多，就能获得星耀创世神称号。这个不仅仅就是一个称号，谁拥有这个称号就等于拥有无数流量，能给底下的主播拉动曝光，想谁红不简单嘛。我手中的运营号账号总额几个亿鱼翅，这次的称号我们工会势在必得。这回你放心了吧，我说让你拿冠军那就一定能拿到。杜大哥你真棒，我还是喜欢你叫我金箍棒大哥，哈哈。讨厌。怎么着强哥，上次刷了一个亿是不是伤了元气不敢接招了？啊，这货还真是没完没了。行了，说说吧，你到底想怎么着？你不是挺有钱吗？够胆就和我打一打。打架吗？我拿手。粗鄙，不敢打就直说，别扯其他的。行啊，那就玩玩呗。强哥，瑶瑶你傻了，你忘了偶像他的身份了吗？对哦，他是。别声张，用运营号和个人号打还要不要脸了？就是啊，以为我们不知道运营号的充值有折扣的吗？死胖子真无耻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哼，卧槽，一分钟就刷了上百万。怎么样？就这、啊、你继续装。金箍棒大哥，要不还是慢慢刷吧，后面还有两天呢。别担心，反正礼物是累计的，今天刷和最后一天刷没区别。话是这么说，可也不能第一天就把底牌亮出来啊。别担心，哥心里有数，工会这次准备充分，一定能拿下冠军。怎么着强哥，还不动手？这是要直接认输了吗？就这就这，你他妈是复读机吗？就我这小暴脾气还惯你？爷今天就让你彻底绝望。卧槽，什么情况？花花姐直播间爆了。这才是嘉年华第一天，
这个金箍棒就这么狠的吗？这才多久都刷了5000万了。这超级帝豪账号我知道，是夕颜公会的运营号。嘉年华才刚开始，就算运营号也不会这么刷的吧。看来夕颜是要力挺花花姐了，上次嘉年华夕颜公会不也是刷了1亿吗？真羡慕啊。杜总霸气，杜总牛逼，花花姐这次稳了。不愧是杜总，太狠了。上次瑶瑶出够了风头，这回终于轮到老娘了。爽啊，晚上多半有戏了。现在的效果如何，强哥？就这也就还行吧。我怕我待会一出手你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。你唬谁呢？5000万了，你跟我说也就还行。我当时一晚上一个人也刷了5000万呀，这顶多就和我持平。就是，我们强哥保镖龙哥也刷了5000万呢，你这5000万实属不够看，对吧龙哥？必须对呀、啊、我的天，已经1亿1000万了，我要原地起飞了。已经1亿1000万了，已经超过了你们那晚1亿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反正这1亿也是要在嘉年华中花出去的，早点花效果还是一样，主要要把这个嚣张的强哥比下去。就别再说就这了，能不能换句话？行，你好厉害啊。怂了就说怂了，都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你一点礼物都没刷，是账户没钱了吧？轮到你刷礼物了。谁说我要刷礼物了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一出手我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？是啊，时候还没到。时候还没到，你就这水平，你不是要抢创是什么？来啊，让我看看你的实力啊。就这我热烈的马，本来想借机会血虐他的，结果他居然一毛都不刷，老子特么如同小丑一般狂刷了1亿多，不过说到底还是老子赢了。怂货，强哥真的怂了吗？不是吧，毕竟1亿可不是说刷就能刷的。坐等强哥打脸小胖子。各位请借过一下。哦，是豆沙的董总和刘总，他们怎么过来了？董成杰，卧槽，他来这里干嘛？难道是因为我刚才狂刷了1亿多，把平台高层都惊动了？这可是个露脸的好机会呀、啊！要是能和豆沙董事长加深一下感情，那可真是意外收获。董总，幸会幸。13老板您好，一会高层要上台致辞，您可有兴趣登台吗？这个你们自己看着办吧，我就不参与了。董总，请问一下是什么情况？我没听错吧，您叫他13老板？杜总，你没听错，在前段时间，13先生已经成为了我们豆沙的第一大股东，而我只是暂时代理董事长的职位而已。董总，你说的13先生是豆沙的第一大股东？强哥，嗯，是啊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我们才刚知道啊，杜比这个蠢货，刚才还和人家叫嚣比拼刷礼物呢。问题是，这整个平台都是人家的。强哥竟然是豆沙的老板，这也太魔幻了吧！我整个人都傻了，怪不得强哥之前这么能刷，这钱不就是左口袋进右口袋吗？这样岂不是说杜比在和平台老板 PK 礼物？这一波岂不是老寿星上吊，纯属他们活腻了。13斗，其实刚才是个误会，你可千万别介意。我特么刚才是不是脑子进浆糊了，居然和豆沙老板叫嚣 PK， 还说他是怂货了。得罪谁不好，得罪豆沙的老板，这要是被我哥知道，非得杀了我不可。不介意，我觉得你非常大气，第一天就刷了1亿多的礼物，感谢你对我们豆沙平台的支持。卧槽，我想吐血了，怪不得他一分钱都不刷，还一直就这的刺激我，原来自己是往对方口袋里送钱呀、啊、不过好在还有这次的榜单奖励以及创世神称号也值了。董总，我觉得刷礼物最多就能获得创世神称号，这个有点不太妥当。嗯，那您的意思是豆沙是个散播欢笑散播爱的平台，内容应该是积极健康的价值观，这种噱头只是诱导充值，实在太过功利了，我觉得应该适当调整一下。传播欢笑，传播爱。卧槽，你别搞我啊，老子刷礼物之前你不说，刷完1亿多了，你说这太过功利，坑爹了这是。听强哥这话的意思，他该不会是想要改变这次创世神的规则吧？不光是创世神称号，还有这个所谓的榜单奖励都要调整。我们豆沙作为行业的领头羊，不该以这样的称号奖励造势引导充值打赏。董总，你觉得呢？这涉及到今年的营收报表，
如果营收不理想的话，可能会对股价有所影响。对对对，我理解董总的想法，可是和眼前的蝇头小利相比，我更看重的是未来发展。做直播平台，根基就是观众和主播，这种做法太过于急功近利了。老板说的没错，是我操之过急，格局小了。现在改变也还不晚，我相信董总的能力。盈利的事情暂且放一边，你尽管放手去做就好了。感谢您的信任，刘总，马上去调整嘉年华规则，取消这次的创师神名额，同时榜首奖励也要调整，从平台曝光推广位改成发放奖杯以及豆沙周边，还有总部参观资格。十三老板，您看这样的安排行吗？嗯，不错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好的，我马上去安排。不行，我抗议，我都刷了1亿1000万了，你现在告诉我不仅没有创世神称号，连主播的推荐位奖励也取消了，我钱不是白花了吗？杜总，淡定，这钱怎么能是白花了呢？你获得冠军不仅可以获得冠军奖杯，还可以获得我们豆沙精心准备的礼品周边，还有去总部参观的珍贵名额呀。冠军奖杯、豆沙周边、总部参观，老子花了1亿1000万了，就为了这些玩意，然后去你公司看上一眼，我特么的有病啊。十三总，玩人不能这么玩的，已经公布的规则临时进行更改，这也不太合乎规矩吧。规矩？杜总好像还没明白，我的话就是规矩，而且嘉年华才刚开始，谁知道你一口气刷这么多呀。这能看得出来杜总非常欣赏花花姐，真是让人感动。哈哈哈，笑死我了，白送了1亿1000万，屁都没拿到，脸都要气绿了。你刷着你刷，我直接把奖励给你取消。这胖子以为他很猛，实际强哥是制定规则的人啊。不过杜总好歹也刷了一个多亿，我们也不能一点表示都没有。这样吧，平台给杜总量身定做一个称号如何？保证是独一无二的。十三先生，您说给我定的特定称号是真的吗？想来也是这个道理，老子一口气刷了1亿1000万，怎么说也是个大客户了，要是能获得个独一无二的称号，也算是对工会有交代了。当然是真的，创世神这种称号配不上杜总，必须单独定制才行，我都已经给你设计好了。哦，想不到十三先生那么快就有想法了，他有什么权益吗？您给我具体描述一下呗。这个称号就叫豆沙慈善大王，整个平台独一无二，权益就是每当你当天送出1000万礼物，就能获得98折的巨额优惠，以及全站横幅通告，通告内容我都想好了，就是杜总又来做慈善了。我信你个鬼，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慈善大王，特么98折也叫巨额优惠，还全站横幅通告，你逗猴子玩呢？这要是我的话，心态都要崩了，98折巨额优惠还得当天刷1000万才行，好光荣的称号呀。杜总又来做慈善，嘉年华第一天消费1亿多，毛都没捞到一根，真是慈善大王。这下估计连带着花花姐的榜单奖励也没了。这个消息一出，我猜嘉年华不会再有运营号刷礼物了。别说运营号了，大哥估计都不会刷了。十三先生，好歹我们和豆沙也是合作关系，您这种做法有些不妥吧？哦，那你觉得怎么做合适？肯定是要恢复创世神和榜单奖励计划，因为这是一开始定好的。还有你刚才的行为，明显是在欺骗我进行消费。什么欺骗？杜比，你知道自己在何时说话吗？没办法了，如果刷了1亿多，什么都捞不到，回去还是得被我哥打死。那要是我不恢复呢？不恢复也行，你得把我刚才刷的钱退给我，也不用给我现金，把鱼翅退到我账户上就行。反正对你们来说也不用付出什么，只是后台改改数据而已。不然什么？简直不要你的大碧莲，一开始就是你先挑衅的，一上来就装十三，谁逼着你刷礼物了？现在装不下去了，又开始要退回礼物。就是现在又开始耍赖要退款，丢人丢到姥姥家了。不然我就找水军散布你们豆沙欺骗消费者，大不了到时鱼死网破。其实我觉得杜总说的挺有道理的。十三董，此话怎讲？西岩工会毕竟是豆沙的顶级工会之一，怎么说也是为平台增加了不少收入呢。按照杜总的说法，要么恢复创世神，要不然就退还礼物是吗？对呀，我觉得不用这么麻烦，直接终止合作不就行了吗？放心，钱会退还给你。什么？这样就从源头上解决了问题，大家都省事，可以说是两全其美吗？
十三先生，不是这样啊，我们工会旗下那么多大主播，难道豆沙都要舍弃了吗？不和我们西岩合作，从根源上解决问题，这特么直接给判了死刑，哪是两全其美了？好好，我就知道偶像没那么好说话，真是作死啊，把工会都连累了。谁给他的自信和平台老板谈判的？他自己找死，强哥都没理他，他非要上来装逼，这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吗？哎，杜总这话说的就外行了，平台从来都不缺主播，只要我愿意，谁都能成为大主播。豆沙没有了吸烟工会，依然还是那个豆沙，但吸烟要是离开豆沙会怎么样，想必杜总应该比我清楚吧。十三董说的没错，主播想要直播只能签订一份合同，要么和工会签，要么和平台直签。真正有原生流量，能够跨平台带走流量的大主播全部都是直签。那我们西岩工会每年给平台贡献那么多流水，终止合作豆沙可是损失不少钱吧？呵呵，我家先生对钱不感兴趣。豆沙损不损失钱不需要你来操心，我们走。哼，自作孽不可活，居然敢威胁十三先生。十三先生的资产能买下成千上百个豆沙都可以，会在乎你那点钱吗？完了，这回真完犊子了。花花，你快上去帮忙说说话，利用一下你的凶狠。闭嘴吧，白痴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我这一切可都是为了你啊。哼，为了你个 DJ， 要不是你非要装十三挑战强哥，这次嘉年华的规则根本不会更改，老娘稳稳的第一，成事不足，但是有余。主要是我的分成也没有了，虽然最后要大部分还给工会，但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。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花花，你最好认清自己的位置，你只是我们西岩工会的主播而已，真当自己是个腕了，敢这么和我说话？你快省省吧，现在还跟我耍威风，你还是想想怎么和你哥解释吧。还有，你真以为我离开工会就不行了？你什么意思？老娘不伺候了，听懂了吗？热烈的马，老子打死你。杜比，你混蛋，你居然打我。都是因为你老是在我旁边说那个强哥龙哥那晚刷了一个亿，不然老子会找豆沙老板的麻烦吗？六爷，我最看不起的就是打女人的男人，刚才一直找不到机会请你吃火锅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你。虎哥，虎哥的手臂好有力量，好有安全感啊。等等，虎哥，能加一下你的微信吗？顺便能告知你的真名。我叫吴彦祖，不要迷恋哥，哥只是个传说。行了，小六子走了。好的，十三先生。小六子吗？哼，没有男人能逃离老娘的凶狠。等一下，你还没给我你的卫星呢。怎么了哥？有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一个？你脑残吧，谁有时间和你玩这套，有屁快放。那我就先说好消息吧，嘉年华榜单第一已经搞定，肯定不会有人抢得过我们。哦，你说真的？嘉年华还有三天，榜单第一就确定拿下了？十分确定，而且我保证接下来的两天也不会有人抢这个第一。可以呀，不愧是我弟弟，有点东西嘛。对了，你不是说还有个坏消息吗？说来听听。那个榜单第一虽然拿下了，但是嘉年华的奖励也改了。奖励改了？什么意思？推荐位不一样了吗？不是推荐位不一样，是根本就没有推荐位了。哥，你还好吧？我好你个大 DJ， 你是说你刷了一个多亿礼物，结果平台却改了规则，不仅创世神没有了，连推荐位也不给了。是的，但是哥，咱不亏，钱会退给我们。还不亏？得罪豆沙老板损失可能几个亿啊。你等我过来，一会和我一起去见一下豆沙老板，不把这事解决，老子扒了你的皮。哥，坏消息我还没说完呢，我们工会和豆沙刚才已经彻底决裂了。杜比，我热烈的马，你给我等着，老子现在就过去打断你的腿。十三先生，等等。十三先生，没想到您居然是豆沙的老板，我真是有眼无珠啊。没必要大惊小怪。
幸好我今天的态度一直都很客气，不然得罪了十三先生，步入西岩公会的后尘，那可就凉凉了。对了，正好想找你，舒瑶和你签的合约是几年的？合约都是三年的，舒瑶目前还有一年半到期呢。好，把他的合约解除了吧。违约金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我一分不差的给你。十三先生，我怎么不想和平台直接签约吗？不是，谢谢十三先生。舒瑶，我开始妒忌你了。十三先生，既然舒瑶有了更好的前程，这也是我愿意看到的，怎么还会收您的违约金呢？那不行，一码归一码，毕竟他的离开对你而言也是损失。这个真不用，毕竟舒瑶也给工会做了不少的贡献。舒瑶在出名之前，工会可是一点资源都没给过，是你的骚操作直接将他捧成了大主播啊，哪里还敢提什么违约金。总归是签了合同，契约精神还是要有的。过段时间我安排两个横幅推荐给你，分别持续一周。您说的是真的，首页横幅可是最好的推荐，有些工会不惜花几百万也要搞到这种推荐位，赚大发了。当然，不过要等上次推广庆典的奖励结束才行。既然你不愿意要违约金，那我这批顶配的苹果14就请你收下吧。这我哪好意思啊。别不好意思，这是我在左下角领的，左下角厂商三月热推，升升级就能领顶配的苹果14，用不惯的还可以换成华为 Mate 50 Pro， 颜色任选都是 ETB， 还官方24小时闪送到家。那升级一定不简单吧？简单，上线首选先法，参与公平竞技1:1，获胜就能领神兽地势影龙和神迹抗龙优惠，战力飙升100亿 ，boss 一招秒，还能爆海量神武。玩个两三天战力轻松霸榜全服第一。那么说一定要氪金吧？不用氪，你从我左下角链接进入，点底部的立即下载，完成任务还有额外8000可以拿。好的，多谢十三先生。那就麻烦沈老板处理一下后续的事情了。您放心，观海公会永远是斗杀的观海，幸亏老子没有像杜比这种脑残弟弟，现在西岩和平台的合作崩了，大批粉丝和大哥无家可归，要是这个时候能把握住机会，带来的收益难以想象，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。嗯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您慢走。哥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今天我就要打断你的狗腿，你这败家玩意。哥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说偶像，你刚才那招也太绝了，看到那死胖子脸色了吗？简直太解气了。那人真的太讨厌了，可是十三先生，这样一来平台岂不是损失很大？为了对付一个杜比，感觉这样有些不值了吧？谁跟你说我是为了对付杜比的？啊，那你是？对付他不过是顺手为之，事实上我确实觉得这次嘉年华安排的不够合理。哪里不合理呢？你们也知道我向来对钱不感兴趣，相比一次活动带来的收益，我更看重的是未来的发展空间，钱对我来说就是一串数字。当然公司不是做慈善的，主要目的肯定是盈利，但盈利不等于敛财，这种接连不断的割韭菜实际上是在透支用户的感情，也在败坏平台的风评，往小了说会影响口碑，流失部分观众，往大了说在有心人的推波助澜下，平台会处于风口浪尖，甚至被上头盯上，成为了杀鸡儆猴的牺牲品。可是从目前环境来看，并没有任何整顿的迹象啊。等你看到了迹象，那就什么都晚了。一个企业想要做的长久，要时刻居安思危，如履薄冰，不要试图做无谓的冒险，而且这点蝇头小利和风险是完全不成正比的。虽然我听不懂，但是感觉好厉害的样子哦。我能告诉你，其实我也是瞎扯的吗？小姐姐，给我们开间总统套房。好的先生，请稍等。姐夫，你怎么会在这？十三先生，唐雨长，朱龙，居然那么巧。小程程，小龙龙，好久不见。六爷，好久不见。你们怎么来江州了？姐夫，我陪朱少来这边处理点事情，你也来江州玩呀？这几天是斗杀的嘉年华，我过来看看。呵呵，原来十三先生平时也爱看直播吗？听说斗杀的嘉年华有很多美女哦。嘿嘿，我们家十三先生是斗杀的老板。十三先生真有眼光，现在直播行业前景非常好。姐夫真厉害，涉猎真广，不愧是能让我那高冷范的姐姐魂牵梦萦的人。好了，打住，先不说这些，这唐雨成真是欠揍，没看到我旁边有两个女的吗？姐夫，咱们好久没见了，要不一起去喝几杯？
我顺便想跟六爷学几招火锅掌。行，反正我现在也没什么事。舒瑶、陈林，你们先回去休息，我们出去一下。好一个姐夫，呸，渣男。舒瑶，我们走。姐夫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姐夫的超能力真厉害，去到哪里都有美女相伴，可怜我那痴心的姐姐啊。在外面别叫我姐夫，叫我十三先生。好的，姐夫。我算了，小野，给他们两个一人开一间总统套房。好的，十三老板。姐夫，我太佩服你了，你的资产遍布全华夏呀，连江州的七星级酒店都是你的。说吧，你们这次来江州具体是做什么的？十三先生，实不瞒您，是我爸这边的产业出现了资金周转困难，我来这边是到我底下的借贷公司处理资金问题的。我说朱大少爷，可以啊，从实体直接进军黑色产业，你这跨度够大的，也不怕扯着蛋。做企业的，尤其是像你朱家这种家族企业，最重要的就是底子要干净。这些道理家父自然懂，但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了，因为朱氏的重资产经营模式导致现在集团负债越来越高，资金链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们的实业走的都是买地皮、建商圈、招商的这种以售养租的模式，所有投资、建设、管理全部由我们朱氏自己完成，然后通过房地产销售的收入继续进行投资。但随着华夏对房地产政策的调控，这种形式已经无以为继，投资回报率被不断拉低，以至于到了目前濒临崩盘的局面。真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必须尽快完成资产转型，否则无异于扬汤止沸。我们也知道这个道理，可是目前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银行不会再批钱给我们了，而下一批债券马上就要到期，我们朱家缺钱啊。缺钱是吧？跟我说呀，我最不缺的就是钱。啊，十三先生，您是说愿意帮我们？准确来说是合作。合作。十三先生，我冒昧地问一句，具体是怎么个合作方式呢？我给钱买你们的资产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您是指？我最近准备成立一个酒店管理集团，正在考虑进行收购，你们朱氏旗下有几个不错的五星级酒店，我是比较感兴趣的。那您指的是经营权还是所有权？当然是所有权，整个酒店包含品牌和土地，我直接出钱打包买了。卖出酒店的事情我们也有考虑过，可是接触了几个意向客户，都是想要趁火打劫，把价格压得极低，而且付款方式都是证券或成兑，虽然也有相应价值，但在到期之前是不能变成钱的，难解燃眉之急。难道十三先生也想捞上一笔？钱的事你完全不用担心，我不会把价格压得很离谱，起码会对得起应有的价值，而且我付的是现金。现金？一家五星级酒店起码都是以亿为单位的，十三先生居然有这么庞大的现金流。姐夫牛批，出手就是上亿上亿的生意，不像我手头上也就几百万而已，还是骗老爸说创业给的，我得紧紧抱住这个姐夫的大腿，多多拍马屁，以后吃香喝辣的。目前你们的现状是尾大不掉，资金匮乏，而我恰好是钱多的没地方花，这次合作还是挺有搞头的。随着拥有系统越来越久，投资的产业越来越多，银行卡里的数字几乎是呈指数增长，这还不包括众多产业和股份带给我的收益。五星级酒店普遍拥有当地最好的位置，保证了投资的稳定性，这可是个下金蛋的母鸡，何乐而不为？姐夫，我知道你有钱，但是不知道你居然有钱到离谱，真是我们年轻一辈的楷模啊。钱是会贬值的，通货膨胀之下，放在手里的钱越多，亏的也就越多，所以置换成不动产是最稳妥的方式。十三先生，请容我想想。你把我的意思跟你爸说一下，合不合作都没关系，反正我也不是很着急。好的，我会和我爸说清楚，我们肯定是信得过您的，如果能有深度合作当然不胜荣幸。你确实不着急，可是我们急啊，朱家转型做外贸还要依靠着十三，哪怕最后不变卖资产，我也不敢得罪这尊大佛啊。要我说，你那借贷公司还是趁早脱身吧，否则后患无穷，你还真当是朱家捡漏了，有我们唐王孙三家在，捡漏也轮不到你们，只不过我们都不愿意碰而已。这个我也清楚，我们会慎重考虑的。你也别说人家了，你究竟来这里干什么？来玩啊。嗯，玩个 DJ， 帝都还不够你玩，还要来江州，我看你是嫌命长了吧。要不要我和你爸沟通一下？别，姐夫，我英明神武的姐夫，我就是好奇过来看看而已，还没开始玩呢，你真的要手下留情啊。玩可以，但一定要有底线，有些东西可千万不能碰。知道了，姐夫，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
最近幽梦怎么样了？哎，我姐自从你上次走了以后，她就跟丢了魂一样，整个人都魂不守舍的。最近算是好了一些，但也很久没有露过笑脸了。这位唐家的小公主，绝世天才少女，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华夏一协的会长，工作压力应该比较大吧？之前还说要追我，要不过段时间去帝都给她追我的机会。姐夫，我那天听孙晓峰说你也是他的姐夫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什么？这是孙晓峰亲口说的？对啊，前段时间孙家家长寿辰，各大世家都去祝寿，寿宴上我爸多喝了两杯，就开始炫耀说我姐给他找了个好女婿，让孙秋香多加加油啊。还有这事？然后呢？孙秋香倒是没说什么，但是孙晓峰这个刁毛坐不住了，跳出来说你和我姐还没订婚，他姐也有机会，当场就和我爸撕了起来，最后寿宴也不欢而散，搞得整个帝都待字闺中的女人都想追你。有那么夸张吗？整得我以后都不敢去帝都了。哈哈，姐夫，我告诉你，那个孙秋香可是个妥妥的暴力女啊，还是我姐比较温柔一点，他们两个之间你会选择哪个？小孩子才做选择。卧槽，姐夫你不会是想行了，这话题到此为止，喝酒。我说唐家大小姐，你都躲在我这三四天了，电话也不接一个，唐叔叔都快把我手机打爆了。不用管他，你把他拉黑就行了。我向天借十个胆子都不敢拉黑唐叔叔啊，你不回家也就算了，连一协都不去了，现在协会里一片欣欣向荣，这可全都是你的心血呀。哎，我现在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。幽梦，你这是病，得治。什么病？相思病。没办法，老是忍不住想他。秋香，你是不是也喜欢十三？我没有。你别听我弟弟小峰乱说，我怎么会喜欢这个臭土豪呢？别骗我了，我都看出来了，是有那么一点点好感，当然也只是好感而已。幽梦，你别想多了。这我能理解，十三他魅力那么大，又帅又多金，喜欢他的人肯定很多，咱们公平竞争。还有我爸这人喝多了就喜欢胡言乱语，你千万别见怪。再说孙晓峰也是心疼你，比我那个没用的蠢弟弟强多了。唐雨成好歹也是我们帝都的风云人物，在你嘴里怎么变成蠢弟弟了？风云人物个屁，他现在和朱龙斯混在一起，两人昨天还偷偷跑去江州，以为我不知道他们去干嘛了。朱家这是走了不显旗，多少双眼睛盯着他们，要是出事的话后果不堪设想，最好让你弟弟离他远点吧。你看，说曹操曹操就来电了。唐雨成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我亲爱的姐姐啊，我没惹到你吧？算了，今天我高兴，不跟你计较，跟你说个好消息，你猜我今天遇见谁了？见到谁啊？你二大爷？不是不是，我见到十三了。什么？你说你见到谁？是十三，我姐夫，你老公，听明白了吧？他怎么会去江州？他怎么样？过得还好吗？姐夫他说想你了，等忙完这段时间就过去找你呢。真的？他真是这么说的？当然了，当然是我编的了，不过姐夫应该也是这样想的吧。你这是什么情况？我满血复活了，我得先去烫一血，堆积了好多事物等着处理呢。这怎么接个电话，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，女人真的是太难猜了。